漫步，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真系正所谓人穷就恶，戏谷就错。当我咧头先揿落 Telegram 入边咧，原来啲群组更加要即刻 quit group 啦 ，quit 个 group 啦。原来系嗰啲咁嘅叫鸡嗰啲广告 group 啊，而家咁多嘅。你一个唔觉，有阵时直接 send 俾你，唔知去去边度，佢又唔识你喎。总之你一 click 入去有嘢睇喎，咁捻扑街，大家小心啊！如果唔系遇着嗰啲十六至二十岁嘅少年人，俾人捉黄脚鸡，打实佢。好啦。嗱，我哋講下呢單嘢先。嗱，呢一節會講下呢個北角開槍案啊。嗱，我就咁睇呢度咧，資料越揭露得多咧，講資料啊，咁啊，警方冇出嚟否認啦，呢個係家屬開講嘅。所以我覺得呢單嘢越疑點或者不合理，或者做錯嘢，有人做錯嘢機會就越大喎，好大添喎。喂，嗱，首先講呢、這個禁衛白鴿令生效兩個月。原來咧，職員啊，即係呢個漁農署已經發出咗39張告票啦。咁你話多唔多咧？兩個月係嘛？咁啊，都多多地喎。咁啊，5000蚊定額喎。我覺得呢個政府都好得意啊！呢兩年啊，呢兩三年咧，喐下咧，喂掉垃圾又話3000啊，屌你嗰啲喂鴿又話5000啊，其實就真係個觀感好差嘅，因為咧，我當然認為啊，唔喂鴿咪得咯，你唔掉垃圾咪得咯。但係有啲嘢咧，其實都要講合理性噶嘛。你譬如你話掉垃圾，你話喂800蚊啊，喂點解啊？因為其實如果你唔係定額罰款啊，你直接要上法庭，咁嗰樣嘢已經係佢好撚惆悵啊，無端端一日都有足夠嘅阻嚇力嘅。咁點解一定要咁多錢咧？嗱。39名非法餵飼人士發出定額告票，16個人係餵白鴿同埋雀，咁啊最多人就涉及餵馬騮啦，啊金山花園啊、鬧圍嗰啲啦，係嘛？咁啊，發現係嘛，正繼續打擊喎，即係連餵下嘢食，咁當然我都唔贊成嘅。咁但係你如果咁樣講翻轉頭，如果梗係埋馬騮落去，咁你兩月得39個告票，我覺得你好撚猛咯，朝你咪朝朝行上去。金山花園睇下，日日都有人喂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嗱呢個叫自取其辱啦。葉劉 ，OK， 喺今日喺 X 啊，大家即 X 啊，轉發 Times 一個有關以色列嘅文章，因為舊年10月7日啦，係嘛？就係加沙嗰、那個即係嗰班哈馬斯啊，去冧油啊，又老人啊咁嗰度，佢話咧，如果以色列咧就算你打贏咗啊，喺哈馬斯同埋真主黨交戰下勝利，都要輸掉國家。嗱，我真係想明輸掉國家。阿葉劉打贏咗點樣輸掉國家咧？即係打輸就話啫。係嘛？我真係唔明喎。佢話咧提議以色列人如果想喺安全嘅地方生活同埋養孩子，可以嚟香港，我哋覺得好開心啊！生活瞓得快樂。你索撚就話。我先唔好講以色列駐港個領事嘅回應先。我如果以色列人想喺安全地方生活同埋撫養孩子，大撚呢個世界上，屌你老尾，歐亞美洲喺戰前戰後，大佢一早 settle 咗啦，打咁多仗，咪買笪地方啊，買俾個島佢哋啊，乜撚都得啦。猶太人大撚把佢哋大把啦，喂人哋就要去翻佢哋屌你應許之地噶嘛。其實拗嚟拗去就拗呢樣嘢啫嘛，柒頭移民嚟香港，仲何況？屌你有咩當猶太人有乜撚嘢啊？當係你呢一種啊！屌你有咩事走撚去？屌你咁樣冇雷公咁遠啊！逃難民族啊！你真係黐撚線嘅。好啦，以色列駐港總領事咧就親自留言喺 X 度就回應佢，佢話咧：我哋以色列人咧多歷年面臨挑戰，亦都變得更加堅強，係韌性嘅民族。我哋對和平、安全、民主同埋自由嘅價值嘅承諾係堅定不移嘅。佢話以色列而家一個繁榮嘅國家同埋一個經濟體，佢有民主嘅選舉，而且仲有9000間科技公司添。屌你老母！你話如果你哋想安全，即係屌你咁，即係當人哋會驚。喂，冚家產！舊年啊，一加沙一出事啊！
啲人係買機票翻去嘅，屌你燃油在意啲仲喺睇住嘅。你係都叫巴勒斯坦啊，即係黎巴嫩人嚟。喂，仲有啊，好多啲咁嘅左膠而家梗係真唔出聲啦。喂，你淨係睇下以色列國入邊啊，有成三分之一啊係巴勒斯坦人嚟嘅，佢哋嗰啲巴勒斯坦人啊，屌你咪堅貞嘅，屌你反對呢啲咁嘅敵國嘅人嚟嘅，屌你老母閪！你叫啊喂伊朗人，你嚟嚟香港啦，我哋反正你我哋呢度搞第一路咯，第一路啦，係咪先？喂，真主黨黎巴嫩嚟香港啦，屌你！巴勒斯坦啊，哈馬斯啊，屌你老母！如果唔係人哋又轉地窿，又轉地炮，成你死撚硬啊！同你葉柳做鄰居咯，屌你老尾！好啦，嗱呢單嘢咧，不過嗰單嘢點解話睇得越多咧？佢有埋個 timeline 啊！上次我講過啦，其實佢揸刀啦，講咁你又有鐵甲威龍，有痛牌有成，哇！咁點解要開槍咧？好啦，咁可能好危險啦。咁你有個鏡頭噶嘛？冇人揸住鏡頭噶嘛？嗱，呢今日佢哋警方話冇開到，即係黐撚線。咁我哋買，我想問，唔係做咩？我哋買咁使咁多錢公帑，佢請你班友仲話唔夠人。買咁多又呢樣又嗰樣唔撚用，三個你都唔用。喂，仲要喂仲有喎、啊，判斷都嗰時係咁危險嘅 case， 你都唔開。喂，仲有喎、啊，你喺個街度行，我覺得係咪應該要開？而且又唔係好貴，又唔係飛飲又剩，又嗰啲咩噶嘛？嗯，冇事你不斷去冚佢 overweight 佢咁樣嘅啫嘛，嗰啲咩？你臨上去之前一定開啦，係嘛？起碼咪就咯，定係有開到唔交得出嚟咧？啊，好啦。嗱，琴日咧死者家屬大流藥主動約見傳媒，咁好點解會主動約見傳媒？就相信啲家屬對警方嘅站到到而家呢刻嘅交代唔滿意啦，先會主動約見傳媒啫。透露佢哋得悉事發嘅時候，三名警員都冇開隨身攝錄機，冇拍攝案發情況。嗱，就係話佢哋要求喂睇下部機咯，咁我 set 件事啦，好簡單。警方同你講三個都冇開。咁佢哋覺得係好唔合理，就好似頭先我哋個反應咁，或者係咪你開咗錄咗啲嘢唔見得人？咁但係又喂咁點咧？佢話係咁喎，阿乜三乜太乜三乜太，阿李太，於是乎佢哋主動約見情傳媒啦。喂，咁呢個推斷我都係好合理。好啦，李太話嗱，當晚咧嗱，跟住警方當然啦，啲記者佢即係見完啊，佢哋屋企人死者屋企人之後咧。就去向警方查詢，警方冇正面回應，即係佢有正面問下有冇開 cam。警方冇正面回應事發時警察曾否開啟隨身攝錄機，淨係話我哋好重視單案，而家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調查。重申警方初步調查咧，涉事警員開槍嘅決定係符合有關嘅守則。老實講，去到呢度，我覺得差唔多評論都完咗啦。就係、是、yes or question 都唔敢答。喂。有冇開隨身攝錄機？有定冇？冇咯，你話冇啊嘛？你同你家人講冇，但冇得噶，唔正面回答，淨係話我誒、哎、我哋其實警方而家非常重視案件嚇，咁啊誒、根據我哋初步調查咧，警員開槍係合理嘅，就係、是、咁你有冇開機？一係有開到唔見得人，咪話冇開咯。一係真係冇開到，咁我又問啦，咁你咁你做咩啊？你有冇 training 啊？要你再咪話開咗，不過啲電離層佢閃爍都得㗎，搞到誒錄唔到。但係就閃爍咗你嗰啲無人機同埋你錄唔到。太陽風暴。但係深圳就冇事嘅，咁樣奇妙喎。好啦，仲有喎，你而家咁樣，你哋又識得作攞痛牌又成啦，都知道佢嚴重性啦。喂，咁點解你唔上去開條部機咧？咪就係咯，冇即係點都講。上樓梯嘅時候都開咗去啦，係嘛？好啦。李西話：嗱，我係咁樣嘅。當晚佢同奶奶俾老公徒手打嘅時候，佢就入房打電話報警。當其時老公冇揸住任何武器嘅。佢報警同警察講：我老公打奶奶同我啊，好驚，叫佢哋快啲。跟住佢仲同警察即係報案中心講：我老公識功夫㗎，啊！佢亦都提到先生係有思覺失調嘅。跟住警方咧就再打電話翻轉頭俾佢確認地址，同埋問：喂，咁而家安唔安全？啊，佢問我哋可唔可以出房開門？出房間開門俾佢。
他老婆呢，李妻，李死者老婆就話：我睇情形啦，嚇，因為我而家好驚啊，送我喺個房度。嗱，直至聽見門外咧傳嚟警員到達嘅聲響，佢就打翻個電話，轉頭啦，即係啱啱打電話俾佢個電話，佢話佢叫佢哋唔好開槍啊，因為咧佢話佢哋係有人聽個電話嘅，係知道嘅。嗱，你老實講，你同嗰、那個個報案中心講叫你唔好開槍。那個報案中心是否可以咁快通知到在場警員都是另一件事啊 ？OK， 好啦，而媽媽咧，阿奶奶咧，俾個仔打完之後咧，一度離開屋企，直到管理員通知差人嚟咗，佢先上翻樓。上到樓嘅時候咧，就見到差人已經企喺屋企門口，差人就要求佢唔好行咁近，叫佢去樓梯嗰度。阿媽媽、阿奶奶就話，當其時佢同警差人講。我仔個頭有啲，個腦有啲問題㗎，好驚人㗎。你哋唔好打佢啊，要同佢溝通啊，慢慢傾啊。佢有恐懼症啊，好驚嘅。但係咧，奶奶就形容現場嘅警員係冇理佢。咁我又想象諗到個情況喎。好啦，直到警方開槍，佢再見到個仔嘅時候，個仔已經倒卧在血泊之中，成地都係血，腳有血。跟住咧，就見到兩名警員將死者按在地上。我開兩槍，成地血，將兩名死者按在地上。奶奶話：即係媽話啦，呢個慘，呢個慘唔慘？你真係冇陰功啊！佢話當其時淨係顧住個仔，就冇留意啲警員嘅裝備。其後警員就同佢講話現場安全，叫個仔叫個新抱行出嚟，就話交出埋死者嘅身份證。最後咧，死者老婆五點就得悉丈夫離世啦，五點鐘。鄰居林伯就話：當晚聽到警方嚟到現場，嗌咗五次放低把刀，放低把刀，佢有教剪等等嘅語句，唔夠五秒就聽到槍聲。各位，係咪警方去而家上到去五秒就開槍咩？未必係，有啲部署，有啲敲門，但係正式面對個犯人咧，正式面對個犯人咧，係好短嘅時間就話。喂，放低把刀，放低把刀，總之唔夠五秒就開槍啦。咁就應該咧諗落去係似點樣咧？咁我呢度冇寫，我結合翻上次我講嗰段新聞，上到去個仔見到差人好驚，於是乎喺條走廊嗰度就走入咗廚房攞把刀出嚟。於是乎佢哋話放低把刀，放低把刀，唔夠五秒就開槍。嗱，咁合理啲啊？好啦，嗱，所以因為咁樣嘅話咧，我唔知道個距離有幾遠。我唔係話佢哋一定係非法嘅，我講好多次。但係而家你睇落去就好奇怪啦，啊，點解喺未有足夠嘅調查之後就話你嗱、啊、到而家都話警員開係符合守則？點解竟然會冇開個攝錄像？咁你賣嚟咩？個 video 嗰個 cam 好啦。據李家了解，事發時三名警員都沒有使用隨身攝錄機錄下當時的情況。當日呢，匿喺房間的李即死者妻子就話：都想知道執法警員究竟錄咗啲乜嘢，想知道真相。家人亦都引述鄰居話：聽到死者聽到你嗌死者放低把刀幾次之後，就開幾秒之後就開槍啦。啊，未聽冇聽見人警告話會開槍。就算佢係思覺失調，咁你點解要俾warning噶嘛？啊，咁啊，佢老婆就話：佢係咪好？佢又唔係恐怖分子，唔係犯人啊？係咪咁快開槍咁唔尊重生命啊？嗱，我知道咧有好多網友咧，包括特別係咩零一嗰啲啊，就會話警察做得好，佢未必係藍絲嘅喎。啊，佢話唔好乜都挑警察，喂傻佬嚟㗎。OK， 我認同喎。所以我到而家我都冇話嗰個情勢一定係唔危急嘅喎，我到而家係針對兩樣嘢，第一就係點解警察可以喺未足夠調查底下，你就可以話佢係合理、合情、合法。第二就係而家更加多啦，就係點解會唔開 cam？ 定係喂係有開唔見得人，而因為要維護警察嘅尊嚴啦，啊，要維護同袍。
當時的場景，又或者要維護大常開口講話合法合理，他繼續原方向呢，喂，我真的要繼續，我真的不明白那些傳媒媒體，喂，繼續要問，不是說什麼，直接回應，你有開還是沒有開，為什麼他不直接回應，那天真的，這三個我們都會檢討的，這三個同事，這三個夥計呢，可能在個執行職務上面呢都有些即係啲遺漏啊！嗱，至於你話係咪有其他刑事嘅責任咧？咁我哋遲啲先再講啦。而家最緊要搞清楚真相，真相先。係保佢保障你自己噶嘛？點解而家你冇咗咧？係咯，好奇怪，係好奇怪。係嘛？定係有冇啲當差嘅朋友 WhatsApp 我？係根本你一行出去就要開 cam 嘅咧？嗯。啊，好啦，記者又問話：喂，事發嘅時候，如果警員係有冇開 cam 啊？有呢？佢如果唔開 cam， 係咪符合隨身攝錄機嘅使用指引？警方亦都冇正面回答，淨係話已經制定咗內部指引，規管隨身攝錄機嘅使用。警隊會不時檢討裝備，以配合實際行動需要。咁你有膽乜撚嘢咧？係嘛？好撚離譜啊！呢單嘢我同你講，越多啲咁嘅資料咧，就好撚離譜。好啦。另外講埋呢單新聞，休息啦，真係要抽煙啊！點解成日會有呢啲咁嘅嘢嘅？風水豪，係男人鹹濕噶啦，咁我就唔好講得咁核突啦。你有冇試過咧？有冇嘗試過咧？揾啲硬物去通住個屎窟窿咧？尋求快感啊！係咪？其實啲係咪機嘢咁機人先咁做咧？又唔一定嘅喎。變態啊！嗱，我聽人講嚇，女性喺光膠上面咧，佢係快感好大嘅，女性啊，嗯，啊，當然佢開頭都痛啦，但係快感大嘅，因為咧，佢嗰個神經啊係好接近嗰、那個即係陰道同嗰個屎窟窿啊，其實係隔陣皮嘅啫嘛，嗯，啊，但係男人屙屎係好舒服嘅，屙一嚿大屎。咁樣出咗嚟好撚舒服，即係咁撚樣嗰啲。但係你話塞啲嘢入去嚟講，我真係好難講。屌你！咁當然啦，如果大家有啲有經驗過嘅，嗱我話冇啦。有啲女友出去野遊咧，會發覺咧，有啲女人啊，即係職業女性啊，佢都會屌你老母，搞你屎窟窿嘅喎。嗯。咁撚奇妙喎，唔係搞你黏頭啊、打茄輪啊、食下乳豬喎。話舐下馬諗下舐下春袋喎，舐下回音喎，係搞你屎窟窿喎。第一毒龍轉啦，舐佢啦。第二就係、是，咁樣樣喎。二嗰、那個咁樣咧，佢梗係唔係話咁樣啊？扼住你，可能佢隻手就有啲女仔。我聽啲馬佬講話好撚 feel 喎。係，我聽人講我唔知啊。話苦中又有樂，樂中又有。又有啲苦，那個情況就等於你用嘅手指撩鼻啊，嗰粒有陣時啲鼻屎咧好入或者好貼過鼻腔啊，你又刮又剩，你先終於刮到出嚟，好撚 free 一樣。OK， 好啦，咁但係手指啫，頂籠都係，即係等於我哋食嗰啲咧手指朱古力啊，而家好似冇得賣啊，手指加頓嘅啫。OK， 好啦，俄羅斯有個馬佬，我追求快感。嗱，我聽過好多啦，又油追又剩啦，係嘛？佢竟然將個玻璃樽塞在個肛門喎！嗱，哇！玻璃樽咧，如果成個咁樣圓碌碌嗰啲咧，嗰個又唔係叫做玻璃樽，嗰啲係一揸嘢。係啊，樽咧就一定係樽咧，一定個樽即係咁樣細大嚟嘅，窄啲嘢。佢咧為咗追求快感，成支啊塞啊！衝落去，好啦，點知屌你老尾！竟然卡撚住喺條腸度 ，OK， 好啦，咁點解咧？嗱，我覺得佢咧應該個樽下面嗰個底部啊，係未必佢未必係成條入曬去嘅成個樽，可能係有啲喺個屎眼外邊，係或者屎眼都睇唔到，張罅很大咯。如果唔係叫佢又攞唔到出嚟喎，但係即係唔痛咯，係啦，棘住咗啦，因為卡撚。如果想條卡撚住，如果唔係咧，就屌你老母！你出邊有嘢攞，
你明白嗎？有手位可以拔出來的，但是一去到那個位置，我想痛啊，那個叫卡撚住，好了，看醫生。我說醫生，哇，這麼撚樣，立刻看看 X 光先，就發覺這個體積一點都不小的玻璃樽呢，就在肛門較裡面較高的位置， OK， 他說呢真的很難做啊，這個手術拔出來，為什麼？因為呢你如果一個不覺意大力一點夾，那個玻璃樽碎了，那些玻璃碎可能會刺穿條腸的，死人的，好了，他說最後拿出來呢，屌你媽，那個還有，那個玻璃樽竟然粒住個溝粒的，大套的，屌你媽，即是這個俄羅斯男人真的，喂，我們很乾淨，我們幫幾都不戴套了，現在屌你媽，你玩玻璃樽也要戴套，這個玻璃樽呢是容積是有500毫升的，嗱，500毫升有幾多呢？一般我哋個樽紅酒係720毫升嘅，我哋樽醋，喂，500毫升個樽都好撚大喎，而且將佢咧推咗入條腸度，最後攞唔翻出嚟去求醫嘅，啊，咁啊醫生公開有呢個個案，佢話醫生唔係道德警察，唔會評論病人呢一個性傾向，呼籲群眾如果有相同嘅情況，一定要求醫。屌你老母！你咁嘅情況，你唔求醫，你仲想點撚樣啫？啊！即係我好撚奇怪啊！屌你老母！點解啲人咁撚中意擺啲嘢落個屎忽窿度嘅咧？試下啦。好嘅，休息陣，休息陣。